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建伟。好，我现在来到了洞爷湖这边，然后现在天气超级好，就是亮到睁不开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眼睛睁不开。然后这边有饭店，对，今天就住隔壁，对，隔壁的饭店，不是这边。这里有卖银魂的那个木刀，哎，好想要啊！只是有点不是贵，是因为带不回去就很麻烦。那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烟火秀，就是在这个湖上连续射五连发的那个烟火，然后好像只有今天，所以就过来了。那运气还蛮好，因为前几天北海道都一直下雨，昨天晚上到今天开始就放晴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这么亮。超级亮。好，那太阳真的很大。对，这边我眼睛睁不开，这边又背光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拍。那洞爷湖周边的特色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就是它有很多的雕像，对，雕像哥，对，几乎大概走十几二十公尺就会有一座雕像，还有可以拍照的地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文。那现在到了晚上时间，那我看到吗？那边很多日本人，对，也有可能不是日本人，反正就是很多人在等烟火。因为现在几点？我看一下，8:37，那就是8:45的时候会放烟火。那很多人都是为了看这个烟火来的，对我也是。那好暗，这样比较亮一点。好 ，Go。
我的烟火已经结束了，那大家都在散场。对，因为这边真的很暗，看不到什么人，但是周围都是人，很恐怖。大家有空的话也记得来看烟火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了，拜拜，拜拜。